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官，欢迎收看今仔日五月七日礼拜四的婚礼新闻。位于大北乡北顶山的烟潭大坝的排水路，因为年久失修，若是落大雨，就会造成淹水。尤其大坝附近的区域地势又阁低，大坝的水甚至会淹入去砖头，造成灾害。为做立委刘建国和昆林县政府，就向中央争取经费，并且在今年的四月份来完成治水工程的发包。今仔日开始动工，预计将会在110年来完工，到时阵就会当来改善大坝上边的饮水情形。大坝乡烟潭大坝因为年久失修的关系，生满杂草，而且排水路也拢被沙土塌掉咧。好在那大坝饮水，尤其附近的区域地势较低。有时阵甚至会淹到砖头来，都迄个吼，还未满过，鸟就伫满啦。哦。鸟即交换上低啦，上低拢伫满啦，啊嘛做久啊拢闭啦啦。哦。啊，胃的壁痕直直崩啦，安尼啦。无落鸟咯。吓，胃的满起，啊拢满过厝内，阮那厝内灶骹拢角骹有啊顶起来了。顶角骹有啊。过来哦。造成淹水的原因有真多。除了沙土积带，排水路无够宽、无够宽，也会让水排袂赴，所以这摆的工程将会针对排水和清理沙土两个部分去处理。啊，顶游的部分呢，伊即摆现地是两边拢是土沟、土的部分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就是两边拢做左右互换的迄，啊坡面工啊坡面工的，咱的粗度就是1:1.3，啊，即摆咱部分就是咱做这边，啊，过来就是伊有做八位的迄水门的改善。啊，下游才有两位，啊，再顶游才有六位。烟潭大坝淹水的问题已经困扰地方真久。伫1907年的时阵，立委刘建国就捌邀请水利署前来勘查，并规划后续的整治。今日也伫县长赵立新的带领之下进行施工。啊，这个大坝吼，来当整治过呢，对咱所有乡亲时代，大家生命财产都有保障吼。啊，所以今日将伊动工。啊，动工以后呢，两边所有哦，这个土花，咱就当吼，啊，家己吼土花改善啦吼。我们的治水啊，中央地方是合作无间呐、啊，永远不会停止啊，永远不会停止，会逐年啊，继续的来办。我们希望把这个水患啊，能够消弭到最低的程度。这摆的整治工程预计在110年准工完成，时到将会当改善大坝周边的饮水情形，给乡亲一个安全的生活空间。记者陈金华采访报道。